条路那面琴，千古绝唱，那群人那颗心荡起回肠，眼神滚烫，长风中歌唱，就用半颗红心把传说点亮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走出苦难，走出悲壮，走出亿万人中国梦想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沿着主张，沿着信仰，走向明天啊，辉煌。钱不是已经拨付给他们了吗？电报声称剿匪耗损巨大，以前拨付的还是不够，四省共计尚需200余万。简直是一群市井之徒，无赖。委员长，我们现在先拨给他们，要他们尽快发兵剿匪。常言道，有账不怕算嘛。报告张总政委，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嗯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两天我要跟朱总司令去一趟摩尔盖，中央决定在那里召开政治局会议，解决党内的分歧意见和对四方面局的评价问题。中央能这样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们之间缺的就是相互了解，相互信任。我觉得有些问题说清楚了，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都是中央领导下的红军，一切都要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呀。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，可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。你们两个都是军委委员，到时候也要发表意见，特别是军事方面，要有鲜明的态度。张总政委，如果要北上，就要立刻攻打松潘，否则再晚就会丧失战机呀。究竟是北上，或者是西进，或者是南下，都会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解决的。两河口会议不是已经定下了北上的方针，并且制定了松潘的战役计划，怎么又变了？时也是也，现在情况在发生变化，我们的计划和方针也会相应着跟着变化。好，你们俩回去准备一下，我相信这次的摩尔盖会议会达成一致的。主席啊，这次政治局会议大家都非常关心，你看看范围有多大，都请哪些人参加？你看呢？我想一方面军林彪和彭德怀同志，四方面军常浩和向前同志，怎么样？这个会议是为了解决所谓中央的政治分歧问题，我看范围越小越好。嗯，加祥同志在生病，政治局加上国涛同志，一共6个人。可以让董发和凯峰同志参加。好，那你看会议的议题有几个呢？这个由我来起草，回头啊交给政治局的同志们先讨论一下。好的。报告主席，周副主席，四方面军的徐总指挥来了。哦，向前同志来了，快请他进来呀。他说怕影响主席工作，说两句话就走。
向前同志考虑得很周全。恩来，走吧，我们两个去欢迎欢迎他。好，走。向前同志，你来了。哎呀，向前同志，太好了。毛主席，你好啊。周副主席，你们好。向前同志，你好啊。哎，国昭同志来了吗？还得两天，我们总部先过来了。啊，来，向前同志，走到我屋里谈谈。啊，毛主席，我有件紧要的事情跟您说，说完了我就走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着急？国涛同志把这篇文章给翻印了？是的，是在市以上干部会上传达的。同志们看了之后，情绪都非常的激动，我和昌浩十分担心呐。向前同志，谢谢你啊，对中央的信任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啊，给四方面军的同志一个交代。毛主席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大敌当前，我最不愿看到不团结的事情发生，希望中央尽快出面解决两军的误会。这是我的失职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向四方面军的同志解释清楚。周副主席，您好像是病了，我们四方面军的钟副院长调到红军总医院来了，他可是个不错的中医啊。没关系，有点伤寒，吃点药就好了。毛主席，周副主席，我要马上赶回总部去了。好啊，向前同志，赶快回去把部队的工作啊好好做一做啊。哎，怎么样，打松潘有把握吧？攻打松潘是打通北上之路，只有两军团结一致，才有更大的胜算。毛主席，周副主席，你们保重。毛主席，周副主席，再见。没想到闹到这个地步了。国涛同志，这个时候拿出凯丰的这篇文章，他是有目的的。他的目的就是在四方面军中制造抵抗中央的情绪，然后实现他南下西进的计划。从根本上讲，国涛同志是在向中央下通牒啊。主席，老毛，恩来。哦，老武同志，你来了。你看看，事情变严重了。凯丰同志写的这篇《列宁的联邦》，竟被国涛同志拿到四方面军中大做文章啊！恩来，看来这篇文章还真被张国涛给利用了。是我的疏忽啊。若虎啊，之前你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啊？我当时没有仔细看，不过这件事情我向张国涛解释过了，他怎么现在又旧账重提呢？国涛同志，拥兵自重，不服中央，这仅仅是个借口而已。这件事情我早说过，会授人以柄，现在果然发生了。恩来，等你身体好一点，找凯丰同志去谈谈，在这件事情上要吸取教训。好，我这篇文章写的全是实情。张国焘拥兵自重，他手下的人飞扬跋扈，耀武扬威，还自作主张成立什么西北联邦政府，请问他有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？这完全是和苏维埃政府搞对立嘛。凯丰，你呀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这篇报纸被张国焘同志拿去大做文章，挑起了两军之间的对立，挑起了四方面军对中央的误解呀？不就是篇文章吗？他张国焘再狂，
也得服从中央的命令，这是组织原则，中央绝不能让步。原则是要讲，但是也要讲策略嘛。如果不讲策略，不仅会伤了四方面军同志的心，也会伤了一方面军同志的心呐，会毁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两军的大团结。 开封同志啊，恩来同志，有那么严重吗？非常严重啊！赖同志，坐下慢慢说。以后你们宣传部出刊物、写文章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凡是不利于团结的文章， 绝对不能刊登啊！好的，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？我们商量过了，还是由我出面来处理吧。恩来同志，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你再继续工作下去了，要不？ 我找张国焘，亲自谈一谈。不行啊，你去了，更解释不清楚的。还是由我来处理吧。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化解矛盾，一切要以团结为重啊。 我明白了，恩来同志。张总政委，张总政委，周副主席亲自给您发来了电报，向您道歉了。周副主席向我们道歉啊？ 中央终于向我们妥协了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没有中央的授意，开封绝不敢这么放肆。哼，现在又假惺惺的发什么致四方面军全体将士的道歉信。 爷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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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爷，慌什么慌？怎么了？马胡子投共产党了？什么？马胡子投共产党了？是啊，我在下万寺看见的，说马胡子是什么禁烟大队的大队长，这不是摆明冲咱们来的吗？看来呀，共产党和马胡子给咱们饭吃啊！是啊，冯爷。 马胡子不光扣了我们的大烟，还拿了我们的兄弟。王八蛋，敢在老子头上拉屎拉尿，反了他了！刘志丹走了没有？走了。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真走了。冯爷，你就发令兄弟们跟着你干。好，弟兄们，今天晚上 你个土匪，强盗，你个王八蛋！马老太，你儿子不是共产党的禁毒队长吗？我今儿啊，只想给马家沟啊一点颜色看看，我不想为难你。你回去啊，给马胡子带句话：大家都是道上混的。
别把事儿啊做太绝了。你个畜生，你会遭雷劈的！老太太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告诉麻胡子，他再抓我的人，抢我的货，我会给你点颜色看看。我让马家坡呀变成乱坟岗。你个小孽种，你不光自己贩卖大烟坑害百姓，你还逼迫自己的乡亲种大烟。你知道你走的什么路吗？啊，你走的是断子绝孙的路。你记住，老天会收了你的。老太太，你还一套接一套的，我今儿啊不和你一般见识。走，走吧，阎王爷在等着你们呢。大顺子，大顺子！李岩。你能出任列宁小学的教务长，真是太好了，让我这个当校长的可轻松了不少啊。根据地就缺你这样的人才。习主席，我在山上待得久了，虽然有书报可读，对外界并不陌生，但是与外人交流的少，我恐怕还得适应一段时间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朱军同志，哎，大哥，李岩，你也在啊？朱军同志，嗯，昨天夜里土匪冯良奎烧了麻家沟几户人家的院子，打死我三叔，还打伤了我两个侄子。看来我们是得腾出手了，把冯良奎这个毒瘤给拔了。这麻胡子娘给脸不要脸，拿几支破枪给老子叫板！哎，冯爷，这麻胡子的人就没见过重机枪，怎么了？打他两梭子就能全吓跑？对呀，兄弟，打他两梭子，别多打啊，这玩意儿废子弹了还。打，去！朱军同志，那儿就是土匪的老窝。一大队，从左路下去，迅速堵住各个出口。二大队，从右路下去，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外围据点。是是。冯爷，吃好，吃好。老四啊，哎，冯爷，有两个弟兄占丧，其余的过来吃点喝点，等吃饱肚子了，再陪马三好好玩一玩。好嘞，哎，你俩留下，老五带人过来吃饭，啊，快点。好嘞。老四，带人把那门给我堵住！老五，给我冲！冲！冲！
我这马也想炸你，是你自己找死。马胡子，老子做鬼都不会。走，走，快走！周伟，冯良奎被消灭了。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。 是这样的几个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。中央曾经在一个时期中发生过军事路线的错误，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纠正过来了。遵义会议以后，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。所以我们全党全军都应该团结在中央的周围，继续为所爱中国而奋斗。老毛提到这几点。 我也没意见，不过，我估计国涛同志肯定有意见。恩来，你的意见呢？我没有意见。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呀。是啊。可是，国涛同志的。 从目前症状看，是感冒引起的胃部不适，但病因应该是在肝部。病人始终在发着高烧，是肝部的病变，损起这种反应，主要是因为劳累过度，就不能及时的发现和治疗。好不好治呢？目前我们没有专门的特效药，最多是根据草药进行治疗，而且短期内很难见效，这就看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了。 朱总司令，张总政委，中央决定的北上攻打松潘的第二步计划，我们什么时候行动？王承兄，松潘方向的敌情有变，具体情况我们还没掌握，现在就讨论如何行动，是不是早了点儿？是要早点弄清情况，也是为了早做准备嘛。现在已经七月底了。 天气马上就要凉了，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呢。总的来讲，攻打松潘是凶多吉少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们看，目前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正在向松潘集结，而松潘。 又是我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路。胡宗南不好打呀，万一失败，后果将不可收拾。向前同志曾来电说，松潘是不好打，但松潘侧面的黑水有一定胜算。那都是七月初的事情了，现在已经是老黄历，情况会有变化的。 再拖下去，就没有机会了呀！如果我们还下不了决心行动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只能不得不放弃打松潘的计划了。我想，我们现在是得考虑重新制定新的战役计划。报告，中央来电。 朱老总，中央来电催我跟朱老总到我们二盖参加政治局会议。
我看，我们明天就动身。我还有几件事情要办，后天吧。 要领啊，在于刀法沉稳。它与剑相比呢，大开大合。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招式，不过出刀要忙，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走。大家要记住，不持刀的手和步法极为重要。下面我来教大家几个基本动作：砍刀，刀向右下方或者左下方斜劈为砍。来，坐。 哎，再来一遍！刘班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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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拿点水来！刘班长，你别吓俺刘班长。周院长，这是怎么了？主席，可能是饿的。饿的？快点水。毛主席，都怪俺，俺就是个大笨蛋，每次吃饭的时候。 刘班长都把抽的捞给俺，他自己就可惜的，他说以为是他不饿呢。你就是个好吃没够的。行，院长，好多了。秀贤，给我拿两个窝头。主席，这可是你跟贺大姐晚上的口粮。我让你拿就拿，快。 这两个馒头啊，你赶快吃掉，啊，吃吧。主席同志，这是你的口粮，我不能吃。什么你的我的？你现在最需要，这就是你的。等将来我需要的时候，再吃你的，咱们俩就扯平了，啊，吃吧。刘班长，赶紧吃吧，要不主席该不高兴了。 是啊，吃好了练大刀，就有力气了。刘班长，让你吃你就快吃吧。是。你哭什么呀？啊，不要哭着吃东西，对胃不好啊。 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主席。同志们，刚才啊，我看到钟营长在教大家刀法呀。他刚刚说到了，单刀啊，看手，双刀看走啊。这刀法当中，不持刀的手和步法呀，是极为重要的。这就是说呀，方向是最重要的。 不管你们手里的刀有多厉害，只要啊方向指对了，位置站对了，就可以一刀制敌啊！主席，您解释的太准确了。您以前也练过功夫吗？我练过什么功夫啊？是你送给我的《孙子兵法》里这么讲的，也是啊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得到的经验。同志们。 我们现在愁粮很困难，饥饿和疾病啊，随时威胁着我们。但是越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更加的团结在一起，相互帮助，克服困难，去争取胜利。好，好，主席说的好。把它吃掉。是。老毛。 若甫，小孙，你们俩幸福的回去休息。老毛，什么事啊？凯峰去找张国焘了，解释那篇文章的事儿。什么时候去的？昨天，就是恩来跟他谈完之后。这个凯峰啊，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解释的呢？越抹越黑。
是啊。报告张主席，外面有一位叫凯峰的首长想见你。让他进来。是。 总政委你好，哎，凯文同志，哎，我们还是江西萍乡的老乡嘛，啊，小苏啊，去泡一壶茶来。是，哎，坐吧。总政委，我就不坐了，我从马尔代赶过来，不是想和你攀老乡的，是想向你解释一件事情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来，坐下。我很着急，还请总政委听我把话说完。 那好，那你说吧。关于那篇列宁论联邦的文章，完全出自我个人的意愿，和中央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以前你也说过，党内的同志有自己的意见和观点，允许充分的发表。我作为一个党员，为什么不能发表我个人的看法？哼，那是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，而不是公开发表在报刊上。 你有什么权利批评一位中央政治局的常委？我只是对联邦政府的说法提出质疑，因为他的提出和中华苏维政府的存在是矛盾的。我完全没有批评总政委本人的意思。凯峰同志，你太缺乏自知之明了。我承认，作为中央宣传部长，在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是有不妥的地方。恩来同志。 已经向四方面军的同志发了致歉电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向四方面军的同志做个解释。啊，凯峰同志，这件事情就算了吧，让我们把这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为好，啊！但愿如此吧，我还要赶回去。 就不打扰了，张主席。这茶还泡吗？泡，泡了我们自己喝。来。 听说你的病。 已经确诊了，叫什么阿米巴肝脓肿。副连长同志说了，你这个病啊，必须要休养。中央的事情，就由我，还有洛普、博古同志来主持，你就放心养病吧。真没有想到，两军会师以后。 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啊！今天庞老总来看我，说是军委参谋部把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，哼，把与中央联系的密电本也收缴了，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，是吗？是啊。 现在，郭老同志个人野心膨胀了。目前看来，无论是北上，还是南下，或者是西进，这对他而言都不重要啊。他要的是权力。在两河口，我们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，目前已经落空了。我已经给朱老总和郭老同志发了电报。 让他们速到毛尔盖参加政治局会议。现在，粮食是个大问题。我听说筹粮很困难，战士们吃不饱肚子，此地不宜久留啊。是啊，为了等待郭涛同志的态度转变，我们已经错失了太多的战机了。 你现在。
压力很大，可是我，我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。你看你说的，生病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啊，他要来了，这神仙也拦不住啊。主席，你的担子就更重了。担子重啊，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担子挑。当年上井冈山的时候，三湾改编困难重重，遵义会议敌情那么严重，我们不是闯过来了吗？眼下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来自内部，但是我们并不惧怕，我们共产党人最不怕的就是困难。我们有啊，克服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必胜信心。做啥？贺大姐，去。贺大姐好。小苏同志好。黑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次啊是和张总政委一起来的，我们刚到。哦，给你。这啥呀？这里是藏区，很难搞到大米，所以啊我就从炊事班要了一点，专门给你送过来的。大姐，你看大米。啊，我就说吧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给你，我不要。为什么呀？咱们俩不是好朋友吗？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，谁跟你是好朋友啊？哎，我说的好朋友不是处对象的意思。那在我们老家，好朋友就是那意思。那就按你老家的规矩来呗。哎，我说黑小子，哎哎呀哎呀，是不是？你回来，别打别打，何大姐，你一定要给我保媒啊啊！好的，加油！哎，大姐，你咋能跟他站一块儿啊？谢谢何大姐，不客气啊。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何大姐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哎，何大姐，再见。小霞，再见。大姐，你刚才咋能向着他说话呀？小鬼丫头，可不对心吧？才没有。哎，秀霞，我觉得这个小苏同志啊，人真的挺好的。好啥呀？你看他长得那么黑，眼睛都那么一大点儿。哎呀，你个鬼丫头啊！大姐，晚上能给你熬大米粥了，香吧？真香！熬了，给主席送过去。嗯，谢谢你们，请放这吧。那两位先忙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对了，谢谢，再见。爹，喝点水吧。哎。都副院长，哎，这是咱们红军总医院的副连章同志，哦，这个是四方面军总医院的钟副院长，啊，您好，副院长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欢迎您。这位女同志是钟副院长的女儿，叫钟秀云，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副市长，是吗？首长好，太好了，我们这正好急需有经验的护理干部，啊，这都是张总政委的安排，让女儿留在我的身边，好有个照应。周副院长，您来总医院担任副院长的工作真是太好了，我们这里正好急需您这样有见的老中医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事情必须马上和您商量一下。什么事？我们边走边说。好，那您早点休息。好。谢谢。
钟副院长。啊，院长，你的诊断没问题。肾水不足，肝火旺盛，加上疲劳过度，积劳成疾。邓大姐。邓大姐，哎，秀霞来了。邓大姐，哎，这是我刚熬好的大米稀饭，还热乎着呢。毛主席和贺大姐让我赶快给周副主席送过来，这里边还放了点冰糖呢，说是对肝病好。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大米呀？这是张总政委的警卫员送过来的。哦，那你回去一定帮我谢谢主席和子珍啊。好，邓大姐，听说周副主席病了，我们都特别着急。我二哥还有刘班长他们都想过来看看周副主席，可是毛主席不同意，说是怕打扰周副主席休息。回去也替我谢谢同志们，啊，让他们操心了。好，一定。那邓大姐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回去吧，这天黑啊，路上一定要小心。好，放心吧。啊。走了，看着点台阶。邓大姐，再见。再见。周副主席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轻松多了。那条路，那面琴，千工绝唱，那群人，那颗心，荡气回肠。坚毅的脸庞，篝火中昂扬，就用一桩草席把初心张亮。那条路，那面琴，千古绝唱，那群人，那颗心，荡气回肠，眼神滚烫，长风中歌唱，就用万颗红心把传说点亮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走出苦难，走出悲壮，走出亿万人中国梦想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沿着主张，沿着信仰，走向明天啊。一步一步地走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走出苦难，走出悲壮，走出亿万人中国梦想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，就